好担心，好惊，因为咧，自从嗰只马伤咗之后咧，一路都冇办法去到旧时嗰啲咁嘅方，所以其实呢而家呢场马咧，都系我哋都做少担心嘅，唔系话之前，即系之前两三个星期咧，仲系觉得佢唔系咁好，跑完嗰场好攰，就 lucky 啦。其实佢依家跑翻几多咧？我谂都系八成多啲嘅啫，如果旧时咁样。早都已經飄離兩三個馬位啦。其實末段咧，柏寶有冇同你講話係咪即俾對手追翻上嚟嗰度？唔係俾對手追翻上嚟，佢頭先講咧係都有啲擠撞，都有啲擠撞嘅，衝夾硬掙開曬咁走上嚟嘅。咪同埋我哋開始嘅部署都係即係知道佢個力啊稍稍短咗啲嘅，即係個衝刺啊，因為都係遲少少先嚟衝咯。全勝我就唔敢講，但係 anyway 都叫做贏咗啦 ，Apple 布嚟啦，咁咪進軍新加坡咯。如果冇事冇困就去跑，即係如果而家一跑完翻去冇咩健康冇咩問題啊，咁去跑新加坡。